快乐新年，数你最红。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了张艺兴做客我们优酷全娱乐的春晚特别节目，掌声欢迎。优酷全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欢迎艺兴。然后艺兴是一个湖南人哈，所以可不可以用你的家乡话来给我们优酷网友拜个年，送个祝福？大家好，大家新年行大运，新年快乐。完全听懂了，突然觉得自己好厉害。然后今年已经是好几次上春晚了，然后还会有这种紧张的感觉吗？一样一样，其实每一次可能采访的时候会相对来说比较放松一点，那除了采访以外，其余的舞台什么的还是一样的，一如既往的紧张。然后作为一个在春晚舞台上的前辈哈，可不可以给很多新人提一些意见？别，我当不了什么前辈，能来这么多次，就感谢大家的支持跟喜爱吧，也感谢节目组的老师，然后给我的这个信任啊，希望可以把一个好的舞台带给大家。嗯，那除了自己的节目以外，还有比较期待哪个节目？我蛮期待小岳岳哥的相声，嗯，对，蛮好笑的，嗯，给大家带来欢乐。嗯，所以你平时自己私下也会听一些相声来放松解压吗？会听郭德纲老师的相声。然后如果你在春晚后台的时候突然有个工作人员或者某个艺人然后认出你要跟你合照，但是你忘了他是谁，你一般会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吗？当然有，这种事情还挺多的。嗯，不认识他是谁是吧？嗯，但他确实跟我见过面。对，或者你觉得他好熟啊，但你就是不知道他是谁。新年快乐。嗯，好了，那今年过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者安排？今年过年不收礼，然后那个收礼只收不收礼，不收礼。嗯，就是今年过年希望大家就过一个愉快的年。嗯嗯，那2019年已经过去了，在2019年有没有什么特别开心或者稍有遗憾的事儿呢？2019年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我成功举办了我个人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吧。嗯，然后有一些遗憾的话，可能就是没有能够多多陪家人吧。然后过年回家的时候呢，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就如果妈妈非逼着你穿秋裤，你会怎么办？为什么一定要穿？妈妈就担心你着凉啊。嗯，你感谢她，感谢她，感谢她的这个关心，就是还没到那个年龄。嗯，对，妈妈的回答好官方，感谢她。然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今年我跟大家在聊天的过程中也发现，就是哥你30了，我别说这话。这样吗？就是怪怪的感觉。嗯，我还觉得没有长大的感觉，就已经30。嗯，我还感觉我回到没有，我可能就17、18的感觉，突然跟我说我30了，受不了。嗯，那如果现在有人问你年龄，你会主动说自己30了吗？我不会主动说我自己的年龄，但是当别人聊到自己的年龄的时候，说你几几年生，一般都会闭嘴我。凶回去。那你现在过年回家，如果有亲朋好友聚会的话，最怕他们问你什么问题？其实现在还没有什么回过家嘛，就是亲朋好友见的比较少。今年过年就回去见一见，看看他们会有什么问题问我，再下次再告诉你。明年再见是吧？明年如果可以的话。好，然后女生的这个过年三件套呢，一般有烫头、美甲和接睫毛。那你的过年三件套是什么？过年？对。那这么说来，女生天天在过年。然后2020年有没有什么愿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实话，我真的没什么愿望。嗯，你如果实在让我说的话，我也可以说一下祝自己身体健康。希望你也可以说祝大家身体健康啊。没，就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吧。其实我是想说，呼吁大家还是记得勤洗手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勤洗手，然后预防感冒，然后多吃一点好吃的和保健的东西，然后补充维他命 C， 然后呢尽量出门戴口罩。好，那我们也希望艺兴的愿望可以实现。好，那我们祝贺艺兴2020年可以越来越火，健康平安，谢谢，鼠年大吉。谢谢。